给他的。拿过来看一下，拿过你的礼物给我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圣诞节快乐礼物哎，很棒哦！黄宝琪，你打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？姐姐，你的这个是可以吃的糖果吗？不是啊。弟弟的是圣诞节雪人沙画组，哎，也不是木头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姐姐的礼物有什么。好，黄宝琪介绍一下吧，有哪些东西？我有雪人，有一只雪人哈。真的老公公了，真的、哦、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好胖哦，好胖的圣诞老公公哦。嗯，真的。吓了一跳。还有嘞。吓了一跳。这个是他的那个雪橇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站不上去，这样子坐吗？你今天可以打开这个。我待会帮你装，你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。还没录哎。好，圣诞节有。雪人、圣诞老公公、麋鹿，还有圣诞树。没错，圣诞节就是有这四种东西：圣诞老公公、麋鹿、西瓜、雪人。我要给它插进去的。嗯，好。饼。好 ，OK。圣诞老公公要坐在上面呢。好。然后麋鹿要站着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。没错。好了，看一下弟弟的是什么？弟弟是一个那个雪人棒棒，哎呦，雪人木棒。哇，弟弟你喜欢这个礼物吗？棒棒糖吗？是雪人棒棒糖吗？弟弟你喜欢姐姐送给你这个礼物吗？你喜欢吗？弟弟一定很喜欢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女孩子笑。看一下，哇，它是软的，它可以摇头哎，你可以拔上来，咚咚。我看一下，哦、真的哎，它可以把头拔下来哎。这个很简单，就放进去，很简单就拔出来。是啊、哦。这个太简单了。嗯，好。这样子就不用爸爸帮忙了。嗯，好 ，OK， 这个就是今天你在学校同学送给你的圣诞礼物，对不对？这个要涂颜色了，弟弟。